这是一套位于Austin八八超市附近的一个全新复式house套间，位于二三楼，一进门是客厅与厨房的部分，面积相当不错。客厅配有四扇窗户，采光很好。 厨房有洗碗机、微波炉、油烟机、煤气炉灶、烤箱和电冰箱。进门往左走，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储物柜、储物间。往里面走，左侧是第一个房间，房间有两扇窗户，有自己的一个储物柜。 房间正对面是第一个卫生间，在这边是这个套间自己的洗衣机和烘干机，旁边是紧急出口，通往一楼。返回入口，旁边是通往三楼的楼梯。 上到三楼，左侧是第二个房间，第二个房间同样有两扇窗户，有自己独立的卫生间、储物间。 位于进门的门后，另外一边是第三个房间，第三个房间有一扇窗户，同样有自己的卫生间和自己的储物间。